王一博肖战粉丝捐赠500,000建希望小学，正能量追星，网友泪目了。随着《陈情令》大火，两位主演肖战和王一博的人气也是飞速增长，成为新一届的流量小生。但是粉丝的暴涨也是有着双面性的，比如前段时间王一博手机号泄露，被骚扰到被迫换号。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号是和很多平台关联的，而且有些人的手机号甚至用了很多年，换号是非常麻烦的。这种过激的粉丝行为就会对明星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严重影响到了明星的私生活，希望大家可以理智追星。而有些粉丝则是比较理智正能量的，这位微博 A 对现实狂想数0805×1005的粉丝捐款500,000，以王一博肖战粉丝名义建造一所希望小学，命名为博肖希望小学。他微博中说道，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延续，给未来更多的色彩。